巴勒斯坦回教激进武装组织哈马斯自加沙地带大规模突袭以色列后，以色列军方随即回击，大举空袭加沙多地，轰炸市内几座建筑，十几层的高楼在爆炸后相继倒塌，现场浓烟滚滚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陷入战争，双方死伤无数。这是自2021年哈马斯与以色列发生战争以来最血腥的战争升级。